以至于 Google 设为您的首页。好，我们先到 Google 来，开到这里来以后呢，点选右上角三个点点的设定。那接下来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好，卷轴右边往下拉一点点，这个功能在这里哦，首页的地方，显示首页，请你把它打开来，切过来，关闭，打开。那接下来把网址打给他，来，那打完以后呢，同学看一下哦。好，首页，首页就是这一颗，这一颗开启首页有没有？那首页下次我们点完就进到这里来。好，比如说现在在天气预报这里，有看到吗？当我点选这房子的时候呢，就回到首页。好，所以这颗是被打开来，我们称为首页，是在三个点点的设定。来，在这里打开表示要出现，那这边把网址打给他，就可以显示首页。那再看这边就真加了这个房子，我关闭，这个房子就消失了。再点点这里变蓝色就打开，好，这叫做首页的设定。